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艾莉，我是辛德拉。今天呢，跟辛德拉一起玩吧。艾莉，今天我们玩什么呢？不知道。哦，你没准备什么都没有吗？没有。哦，哇，好吃！这是什么呀？哇，冰淇淋！冰淇淋，冰淇淋哦，挺可爱的。哇，这个是我们吃的吗？等一下，这个棉花糖，是你们的游戏道具。游戏道具？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要把棉花糖塞进嘴里，一直到游戏结束。放一个还是放两个？放两个。哇，怎么可能这么恐怖？这么大的棉花糖怎么会放两个呢？那就要放什么？既然你们的脸这么小，那就给你们放一个吧。棉花糖现在慢慢变小了，对，挺习惯的，挺好吃的，挺好吃的。如果变小的话，那就再喊多一颗吧。开始。你们还能讲话吗？艾莉，请介绍一下自己。声音是朋友在厨房吃篮球。那继续我了。辛德拉在厕所煮衣服。这个到底是什么句子啊？你我在操场打小凯文。你是真的小朋友？朋友们，不可能，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事情，不要相信哦。对，这个只是游戏而已哦。好了，艾莉跟辛德拉，为了让你们更好的学习中文，为你们介绍中国的绕口令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的，那么先来一个最简单的绕口令。绕口令。你先来，我先来。我先来。OK， 你先来。吃葡萄，不吐葡萄皮。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好的。OK， 等我。该艾莉了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怎么样？太简单了。哦，那我就加大难度。来，第二条绕口令。OK， 我先来。行。钢蛋套钢。钢蛋烫单杠，单杠烫钢蛋。哇！下一个绕口令。和尚端堂上打。
婆上端烫上塔，塔滑汤洒她烫塔。艾丽，你的中文很棒哦。我真的好棒。来，上第四个绕口令。艾丽先。OK。红鲤鱼，鱼鱼鲤鱼鱼。红鲤鱼，鱼鲤鱼鱼鱼鲤。究竟什么？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红鲤鱼，鱼鲤鲤鱼鱼鲤。红鲤鱼，鱼鲤鲤鱼鱼鲤。直接上最后一条绕口令。哇，我不服老天。OK， 我有自信。哇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最后，灰化肥化。慢慢读，好的。灰化肥灰发发黑灰发灰黑灰化肥灰灰发发灰黑化肥灰发。慢慢慢慢来，嗯，慢慢来。灰化肥灰发发黑灰发灰黑化肥。灰灰发发，灰黑化，肥灰发。好吧，你们最后一个绕口令挑战失败。啊哈哈！我不是说的很棒吗？还是我一起怎么样 ？OK OK， 一二三，灰化肥灰发发黑灰发灰。朋友们，今天跟辛德拉一起玩的怎么样？很有意思吧？辛德拉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辛哥，今天好，谢谢摄影师朋友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从今天开始，我才是知道我的中文差得多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以后换什么呀？以后我们一起学中文好吗？哦，好的好的。那么艾丽也以后继续要努力学中文的。朋友们，拜拜。哟，已经订阅我。